当劳动，我们劳工知道明年其实有可能变成是每周40小时的时候，我们也都很高兴，也都信以为真。没想到是一个把我们当猴子耍，朝三暮四。原来我们要40公尺，还要拿我们7天国定假日去删除来换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劳动部怎么可以自己就是自行这样子去改的这个劳基法的事情性质，而没有来跟任何一个工会部门来做协商。我觉得这个我们要严重的谴责。劳动部只是为了要图一个说把双周巴士的工时降到40的这样的一个美名，但事实上他完全没有打算解决台湾的工时过长、台湾的假日过少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有一些服务业的白领这个工读生，其实你删掉了这7天工资，让他们少了7天的加倍工资，实际上是减少收入，都已经薪水够少了，还在这时候这样雪上加霜，我们严重的抗议。我们先从国定假日来看，在这一次还没有修正之前，台湾的国定假日本来最左边这个应该是19天，那万一如果真的照劳委会的劳动部的说法修成12天之后呢，我们就会比原来现在日本跟韩国的15天就会足足少了3天，就本来这个部分其实台湾是比日本跟韩国还要再稍多，但是如果修正之后呢，这边就会比日本韩国还要再少。那另外更大的部分其实我们的工时长或我们的假日少跟特别休假的规定也有关系。我们看到说以现在的制度来看，离麦克风远一点点就会好。我以现在的制度来看，台湾的特别休假天数呢，我们这边可以分成工作一年以下，还有工作一年以下呢，还有工作1到3年。我们可以来看台湾根据劳基法规定呢，我们在工作一年以下的年资，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特别休假，一天都没有，是零。那日本跟韩国是多少呢？韩国有15天，日本会有10天。那如果说我们工作1年到3年这个期间来看，这个年资来看呢，台湾大概会有7天，这个也许我们有在工作，我们都很清楚。那韩国会，因为它是同样是一个累进，它会累进到16天，日本会累进到12天。所以其实，在过去的状况底下，虽然我们国定假日有比日本跟韩国稍微多一点，但事实上我们看特别休假来讲，尤其是年资在3年以下，我们知道在职场上，其实台湾这个东西的年资是跟你有没有在同一个时间连续在同一间公司里面工作。那我们台湾的所有的受雇者，你在职场上同一个工作的平均年资大概是6年到7年。所以，即便虽然台湾，你看，它虽然我们的劳基法后面规定是说，你的特别休假累积到最后，如果你累积到20年、25年的年资，你可以累积到将近30天。但是事实上，非常非常少的劳工能够有那么长的年资。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部分来看，事实上台湾在国定假日，尤其是修完法子，如果劳动部这个东西修正过之后呢，我们在国定假日还有特别休假，我们都远远的落后于日韩。国定假日还有特别休假来看呢，台湾万一如果修成12天之后呢，我们大概只会国定假日要特别休假，大概只会剩19天。那我们以同样1年到3年的年资来看呢，韩国大概会有31天，日本大概会有27天。所以这当中差距其实是被越拉越远，做完之后它另外再多增加，等于是它这边看起来前面改善，等到修法通过之后，后面呢它用这种修事情性质，不用在立法院这边的方式来做一个突袭的动作。好，你这19天里面有些假已经不必要了，所以拜托把它剪掉。这个逻辑很奇怪，工时缩短就是要让整个劳工的这个工作状况能够更有健康的一个环境的话，基本上应该是要比较缩越短，所以应该是一个进步的状况，所以不应该把这国定假日19天也修掉。工时长等不等于生产力，等不等于竞争力？很抱歉，一点都不等于，甚至是背反的。好，很多国家很多研究发现，工时越短的国家反而好，或是合理的国家它的那个竞争力更强啊，反而是。今天早上我才刚刚去参加一个这个国际劳动法的这个研讨会，然后我听到了韩国那个学者他的就是他的那个演讲内容，他中间他就也举出了很多国家工时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那很不幸的，韩国也是高工时的国家，在它罗列出来的这些国家里头，它工时最长，生产力最低。那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方向吗？那甚至我们团结工也是主张说，哈，不要去说劳工的这个国定假日啦，反过来啦，公务人员的周休二日里面定的11天应该延长，应该跟劳工的19天一致。哦，就是说不应该是哈假多的跟少的看齐，然后把它降下来，应该是少的人要把要看齐，多的把补上去。那因此，除了今天这个记者会之外，我们在团结工，你在下周一，下周一，14号下午2点的时候，我们发动我们所有的工会到劳动部去，就劳基法执行细则这个修正事情做抗议的一个行动。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程序上的要求，就是说，一般来讲修执行细则的时候，只是预告，然后预告可能预告10天，然后里面他有定一个7天的时间让大家发表意见，然后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呢，就怎样，就过了。那立法委员也可能不会去管纪，那被查之后就过了。但是我不希望有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说，行政程序法上面对于修正那个法规定命令执行细则还有规定，就是说要举行听证。那这个听证的程序是跟预告的程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同时到礼拜一的时候会跟劳动部提出这样的要求。